这位母亲呢，一定非常以她的儿子为荣。在母亲节前夕，彰化中央里提前办了这个母亲节的表扬大会。其中有个妈妈呢，她的儿子您一定不陌生，她就是九把刀。她的妈妈被选为模范母亲，而做儿子的呢，就陪着来领奖。不过难得看到名人，彰化的乡亲呢是非常热情，挤上前来要签名跟拍照。表扬大会顿时成了追星大会。彰化中央里办母亲节表扬大会，但主角好像换了人，因为会场来了个名人，他是作家九把刀。